哎呦，是你真地心来这创啥？出去！一个成年人要摆这种的态度，安尼敢对？顶回我将阿兵哥让渡给你，结果马上放腿，迈过来带赛路。放心，这摆不是交易，是对等合作，而且是免本钱的。免本钱，我好兄弟、好朋友，有这种富康的男，较早讲你，你是来真无意思。你呢啊，态度当了真紧，既然有兴趣，那就进入正题。最近红会干平台召开名气官论，一会三新兵入去，该是动心无相，必解答。想必也难以估计。你想对这新兵下手，是提升兵器的价值，在武林人士的手中，兵器就只是兵器；就在城里人的手中，才能凸显兵器本身的可贵。就不知你这个城里人是不是有觉悟？觉悟真切，真好。现在咱金牌两人组都开始拟定新套计划，我已经观察过了。红会干平台会长，大仔，原先等来了，敢咪跟我来去魂斗山一转？哎呦，看了一条名气官论，就真摇摆啊！我对你去，恁边的办证书卖摇摆啥？就等一下，不能是讲一夜书，一夜书回来喽。独占恢复灵气的魂斗山，祝精子殿面。今日一道久未归还的新鸟雕像，灵地幽感，刀刃苏醒。决心一别旧人间，千劫十回莫将关。魂斗未定藏世事，原来面目复癫狂。真正是信你，信你啊！叶小林，信信你啊！起来吧，叶都灵。现在终于将金馒头收回来了，真使人欢喜，信你啊！我趁你不在意时阵，重新装潢奋斗山，信你，你敢有介意？就连这套新造型，嘛是为信你你特别换上的。你是什么？为师心定，是情流离一曲世道，依旧不见路。啊，真正是一夜书啊！我老亏已经算未清你消失多久了？看到你，武林就光明；看到你，天地就升起；看到你，我老亏的心定必开。幻听，恭喜你重新将复原修补完整，即使一母断魂，就因此进入魔科一座，又为地如来师徒提供真武佛像所设，并无今日重修复原之一要需要。但地如来已经不在了，不朽不欠因果牵连，我既专人知识，心魔交关之正道之路具备，种种坚定是温秀，又为照镜。伊也说你看了真亏，但武林乱枪也无因归入来心魔之终结，现在要经过乌手，将在幕后操控手段。我知影，就是狠狠去打死这个大歹人，是呢，一定要拍到伊口口吃。去告诉不仅无害中阴界封锁，又挑起两境争端，更是无污化天之佛，种种阴谋早计确立，极地罪证，其用小灵作祟。